爬不回来你门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老子跟你对话，你在哪儿？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。喂，哎哎，那哥对你挺关心的啊。关心啥呀他？他巴不得把我卖了。哥哥，一个人好孤单的呢。你这一个人，这不有你陪我吗？哼，男人。你到底来干嘛？我来找我妹啊。让我走。我是在帮别人接姻缘。OK， 仙人跳是吧？这么久，仙人跳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答应走。疯了啊！你不想开直播间了？干完这票咱就有本了，你想什么呢？一个女孩在外面，她肯定是不安全的。啊！你傻吧？你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吗？在没有遇见你之前，我只想开一个服装店。你不想让我爸瞧不起你？全是人贩子！马上给我交人，现在都在那坑坑上。我妹呢？你他妈要卖我妹吗？妹子，妹子，带头，我他妈娘，我娘！